如果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半夜都躲在被窝里偷偷玩手机，千万别觉得惊讶，因为他们有可能是在玩这个奇葩的涂色小游戏。据说这个游戏有个隐藏的 bug， 只要给老板和员工涂上阴间颜色，就会瞬间触发恐怖特效。敢在半夜玩的都是勇士，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千万别去尝试，我怕你的心脏会受不了。我真的拜托你们别再给我推这种恐怖的小视频了，怎么每一次到半夜都让我刷到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游戏好眼熟啊，不是咱们之前玩的收纳小游戏吗？这里面怎么还有涂色游戏啊？哎，屏幕上的小伙伴们都说，要是我敢尝试这个游戏的话，就在右下角给我点订阅。真的假的呀？那你们可不许骗人啊！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让我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先打开视频同款小游戏，咱们来找一找有没有给老板和员工涂色的小游戏。啊，怎么没有啊？该不像上次一样，咱们先得玩通关一个游戏，才能把它给解锁出来吧？那好吧，我就随便选个游戏吧。哎，这里有一个渣渣眼影，就先来玩它好了。啊，不是吧？这眼影怎么碎成这个样子了？咱们来帮它简单处理一下吧。先用镊子把上面大的碎块给夹下来。哇，这夹碎块的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！好紧张呀！大碎块夹完了，接下来拿刷子刷一刷。哎呀妈呀，好多灰啊！你烫到我了，这刷子也刷不太干净啊。咱们再用布擦一擦。哇哦，布擦完整齐多了。用棉棒把超市里的灰给擦掉，棉棒都给擦黑了。现在盒子已经处理干净了，可以把眼影再装回去了。来吧，我倒，四个颜色全都倒回去。搞定。不过这些眼影太干巴了，咱们来给它喷点水。这样就湿润多了，最后再用各个石头把它给压平。我压，压完以后竟然会出现小猫爪和小狗的脚印。哇，焕然一新，没想到这么烂的眼影盒都能被我给收拾干净。对了，我们来看看给老板涂色的那关有没有出现。咱们往后翻一翻，这里有一个上班如上坟，看起来有点像是小视频里的那个游戏啊。来看看看啊，恐怖刺激场景警告，深入魔人，真的有恐怖 bug。 据说涂上阴间颜色就能触发恐怖特效，那这阴间颜色应该是蓝色和绿色吧。这样吧，咱们先来涂个相反的颜色。这里有个颜料盘，底下有三种颜色，来个喜庆的红色试一试，再来点黄色。我涂涂涂涂涂涂涂，老板穿红色的衣服真的很喜庆哎。咱们多挤点颜料，把背景也给涂上红色，继续涂。奇怪，左边的小姐姐怎么一直涂不上颜色啊？诶，涂上了，把灯笼都给涂上。嘿嘿，这才应该全部涂完了吧？哦对，还有地板呢，地板也涂成红色。好了，点击确定。失望了，刚才老板和员工竟然同时消失了。不对不对，我现在只获得了两颗星，说明这颜色涂的不太对。看来咱们还是得上硬件颜色，上蓝色，先涂大背景。这颜色有点阴森。再给板凳都涂上颜色，桌子也涂上。哎呀妈呀，桌子都是蓝色的。电脑涂上颜色，给礼仪小姐涂上颜色，这一下变成了绿裙子了。另一个礼仪小姐，给灯笼也涂上蓝色，好诡异啊！把几个字也涂上，再涂地板。对了对了，还差点把老板给忘了。最后啊，给老板也涂上颜色。这老板穿蓝色也挺帅气的嘛。接下来点击确定，哇，闪闪发光哎。不对啊，怎么还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？而且我还是只获得了两颗星啊，也没有触发恐怖特效啊，肯定是漏了什么环节。我想到了，咱们得把蓝色和黄色混合成绿色才行啊。我来试试这个颜色会不会触发恐怖特效。先涂大背景。哎呀妈呀，这颜色有点吓人了，比刚才还诡异。再涂上板凳、桌子、绿莹莹的电脑、地板、灯笼。哎呀妈呀，太绿了吧，礼仪小姐。最后再来涂老板，这次的绿西装怎么那么奇怪啊。对了，还忘了后面几个大字。搞定。哎，我身上蹦蹦跳啊，点击确定。啊，不是吧，啊，哎呀妈呀，有人敲门，还有摩托车的声音啊。谁呀？来了来了，不是吧，搜鬼摩托。敲门的人呢？这么快就走了？我天，这轨道总长竟然超过了587厘米，能拼出这么多花样。走走走，拿回家看看去。上次的摩托拼图咱们玩的超过了，没想到这次神秘人又给我来了个大动作，直接送了我一个9星级的云海纵横。哎呀妈呀，这个看起来也太复杂了吧。9星级可比我之前玩的7星级要难多了。我这玩送我摩托嘛，到底挑战有难度的。天鹅，抛出来。哇塞，这里面的东西
王牌车手全找秘籍啊，里面记录了每一辆车型啊，以及各种非常详细的玩法。可是你还送了我两辆小车，一辆是终身，一辆是毁灭，再加上之前玩过的四辆小车，咱们今天一共有六位选手。先来把戒指给戴上。戴好了，开始组装。今天我们来挑战的是玩法四，女孩纵横。没错，它就是封面款。这个难度不一般啊！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打，开始大战斗。大战完成了！怎么样，是不是和盒子封面上一模一样？还有这么复杂的赛道，咱们速度摩托真的能成为世界了？六辆战车已经准备就绪，来吧，开战！第一辆玩具咱们不用发射器，直接来手动发射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威力车身，用力往前一滑，来吧，上赛道！看来这手动马力还是不足啊！摩托再加上发射器的毁灭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了？出发！可惜了，我依然没有挑战成功啊！下一个选手阿信，来吧，看看他的表现。不是吧，这是这个挑战成功啊！这口好实在，太牛了！下一辆来赛车场。现在踩到了最高的时候没有爬上去，咱们来看看重生的表现。上场的选手是方力，不是吧，方力居然跑了11.8了，他的所有天生的记录太牛了。这位选手是咱们的狂风，看看他会不会超越前几位。狂风没有挑战成功啊！其实每辆车的性能啊都不太一样，适合的赛道呢也不一样。光测试花轨啊是体现不出它们的优点的。接下来咱们再去测试一下它们的持久性怎么样。我用这些小轨道搭建出了一条超长的轨道，加起来一共有900厘米。到底谁最厉害呢？来吧，开始测试。这么长的轨道，战车们能挑战成功吗？首先上场的是暴力，走吧，出发！我的妈呀，终于升国牌了！这是什么魔族战力啊？第二辆上场的是狂风，出发！人类瞬间跑完还有压力啊，这才多跑了5圈，我得到战胜了。真是魔族翻了个跟头，我俩的战力减弱了很多呀，还没跑圈就停下来了。再来重新上场，出发吧！不是吧，绕了半个圈，这是被吸走了，这也太糟糕了吧！要毁灭了，来吧，出发！不是吧，大哥，你咋跑赛道上了？最后一辆是驾驭暴风的车技，努力！你会进入会输的样子。妈呀，竟然绕了那个道，果然不是吸团啊！我这么昨天看来竟然违反了一群小伙伴，看来大家都对搜索摩托超感兴趣。所有小伙伴们，拿起你们的战车，和各种一起搜个吧！